一号桃，季节是桃园捷运的。对，他不是北捷，他反正就是要给那个桃园捷运自己管理。对，938圈的，现在都这样啊。新北有新北的，所以管理的是台北段一段那一段桃区都。整条都是给桃园捷运，整条都是。对啊，9:09礼拜一号。其实分门别类也好啦，你懂吗？那北捷很累。对。938圈，就是你闸口可以长得不一样，但是你就那个路段都有，就是路线这条路就给谁给谁。对，嗯，很感动哎，哥哥。第五次是北湖巴士将沿线到瑞芳的硬绿色微笑车车辆编号9938圈的在终点站瑞芳站停靠喽，9:08八月一号。C54北湖发车就应该向到瑞芳。9:10。我们就到了，拜拜。